云仙乐园传意外，七旬翁坠山谷身亡。将近四五层楼的溪谷，警校人员统统都在这进行吊挂作业，因为有人在这里坠下。72岁吴姓老自己一人从板桥到乌来云仙乐园，但却不明原因坠下山谷，被发现时已经倒卧在峡谷下，没了呼吸心跳，不幸身亡。到底什么原因，还得再进一步理清。法中心新北报道。